阿云嘎音乐课堂。哎呀呀，苦盼呐，呀呀呀。阿云嘎运动课堂开始了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可以煮什么小段儿的，可以放一点，差不多得小三个小时了吧？这个啊，上面放一点葱段，最后可以弄一点点。有一种饿叫阿云嘎觉得你饿。阿云嘎被劝学。阿姨问我二十几了，我说跟阿姨说十八了，然后说不上学，不上小，我说这不是出来打工吗？我爱好学习，爸爱好学习啊，你说你？哎，学学学，我爱学。你要你有耐心，你这些咱条条大道通罗，是不是？不只是你学业这一方面。阿姨，三十多了我。因为我的速度不会比他差的，我们这也是身轻如燕。你